该一百年嘛，不一定拄会到。啊，一个我觉得咱讲一个宇宙时间也只有一次。紫草屯镇农会总干事萧忠宇为现场的参观者来介绍这边百年风华活动的由来甲内容，为日本时代草鞋墩信用合作社的创立，甲转型为即卖的草屯镇农会，每年将经过一百年头，因此农会将安排趣味感恩。各道团形意义的活动，做伙来庆祝。对，咱较早过去，伫用家车啊，啊甲用牛车咧载米来农会，大家拍拼过程，啊尾后大家了解讲，啊从农会经过遮济人的拍拼咧，啊即个真大成果，主要就是讲，啊咱从农会即个盈余啊嘛已经达到七八千万。草屯镇农会。只要是草屯镇农会镇会员的直系卑亲属，我们都会，补助奖学，学杂费。农会嘛表示，第百年庆祝活动的过程有真侪精彩内容，而且主要是一秉持着回馈社会观念，希望甲在地乡亲继续做伙打拼，好将来农业发展更加好。各行各业都经营的方式的农会可以通过草屯镇也是，不简单哈。那我们利用这个揭开序幕，我们就是来做认证的动作，那再来去做环保进山健行的活动啊，那我们办一些，退休员工回娘家、家政指导回娘家，什么事件学员回娘家等等之类的。你讲到最近稻米上安全的问题，农会嘛强调，草屯天然的条件好，而且无工厂污染，顶严格把关之下，会来提供消费者上优质安全的农产品。而且这边特别结合文化创意产业，被透过微电影的方式，进一步来达到宣传的效果。记者林云信，草报道。